呢个系阿德尔有史以嚟第一个圣诞啊！仲会有好多个第一次噶。艾莎睇下，佢哋到啦！就算好欢喜，大家争不起，个个欲望恭喜，无从加美。脑部有让大听众好过档期，随着钟声于心灵欢喜。便利可不可？赠你这支火，边有人冧过着成咁噃？要共人人在节日高兴地过，如像钟声于心灵直播。犹如新出生的你共我，无用铁闸大门锁，全忙围于欢欣的节日里笑声，带我某个夏季梦歌，愉快的高歌，夜晚于心窝，细美和时光再能遇到你。会紧张又兴奋嘅咧，好小白，圣诞钟出现代表阿德尔嘅圣诞开始啦。时候已。